要告诉年轻人，就是你有一个梦，然后为了追着那个梦，一定会发现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困难，然后也可能也许有很多人跟你说你不行，你不可以，你不要听这些，这个都是谎话。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你就追着这个梦想，你没有其他的路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。然后大家都已经听过，但是不要放弃，那个是真的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然后就往前走。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，你的 dream 一定会 come true， 所以 don't give up， always have hope。然后如果你真的要一个东西，你真的为了这个东西需要 sacrifice 很多，你不要想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失败也是，你一定需要失败，为了站起来，为了追着你，所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God bless you。